时候把我也带上吧。你还小，等你长大再说吧。彬彬，爷爷要去探险了，能不能帮爷爷保管好这个钥匙呢？哦，这是什么？是宝藏的钥匙。嗯，宝藏。嗯，爷爷说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宝藏。如果真的是宝藏的话，哇啊！哇！肯定是很多的黄金。很难说，我觉得。是吧？爷爷的宝藏应该不是那样的。啊！啊！哦！啊！看那，保存万年的古化石，艳后的项链。哇！世界各地的文物。这不会是传说中的金权杖吧？再来啦！真的很好奇爷爷的宝藏到底是什么呢？有一个办法。寻找宝藏。照片里面好像没有其他的线索。什么都没有。你们看看这个，每张照片的手里都拿着一个笔记本。这个笔记本是爷爷的探险手册。那会不会有宝藏的线索？什么都找不到啊。找到了。哇啊！哇，最珍贵的宝物。什么都没有。奇怪了，会不会是隐藏的秘密文字？秘密文字。我知道谁能帮到我们。成功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找宝藏就可以了。宝藏，好开心啦。彩虹村，骑着鲸鱼寻找珍珠，比石头更厉害的怪物项链。这都是些什么呀？我知道去哪能找到彩虹村。那我们帮助你吧。帮帮忙，出动。好怕呀。
探险家，加油！你们看到珍珠了吗？被吓得都睁不开眼睛。我也是，我也是。我们要找比石头更厉害的怪物。啊，看起来很厉害呀！看起来真的好厉害呀！我来试试吧。什么都没有。是不是那个怪物啊？我去看看。我们也来找找别的地方。不是布吗？石头剪子布当中不能赢石头啊。那样的话能冰冰让他冷静一下吧。为什么怎么都找不到啊？土著睁开眼睛的时候能得到宝藏。土著去哪儿找土著呀？我知道了。什么呀？好好找找看。冰冰，会不会是在后面？爷爷，你和你的小伙伴们找到宝藏了？没有，我们没有找到宝藏，只找到了照片。我的家人是最珍贵的宝藏，探险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辛苦，但看着这些照片我就能鼓起勇气。是啊，我已经找到了我的宝藏，就是我的朋友们。Oh, my God.
咕噜咕噜，咕噜咕噜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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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，现在开始要上色了。嗯，我明明把颜料放在这里的呀。嗯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嗯。找到了，找到了。乐平，房间怎么这么乱？我是来找颜料的。找一个颜料，有必要把房间弄得这么脏乱吗？不是我。这是误会，不是我弄乱的。先收拾房间吧。真的不是我。我一定要查出真相。又没了。又失败了，可恶。保罗，彬彬，垃圾应该要扔到垃圾箱里。你们答应我，以后不要再乱扔垃圾。好的，老师，我们知道了。谁把垃圾丢在地上了？多亏了我们，游乐场变得干净了。非常愉快，是吧？我们是清洁村庄的清洁大师。清洁大师出动。你们俩竟然把教室弄得那么乱。不是我们老师。你们答应过我的。不是我们弄的。是啊，是咕噜弄乱的。哎，孩子们说谎更不好。不是我们弄的。老师为什么不相信我们？真的很冤啊。只有一个办法，把咕噜带到老师那里。但是去哪里找咕噜呢？对了，我有个办法。跟着垃圾桶走就行了。还是你有办法。不管怎样还是找不到线索。
是还是好冤呐、啊，好冤呐、啊！这是什么？啊哈！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追着咕噜来到这里的。啊、咕噜、在那里。快停下，咕噜！竟然躲过去了！我有办法了！趁现在用网布，帮帮龙网布！咕噜到底怎么了？我知道。好了。咕噜，咕噜，咕噜。原来是咕噜出现故障，所以到处弄乱。乐平，对不起，我怀疑你了。哼，下次开始不要轻易怀疑哦。嗯，好，我答应。咕噜咕噜咕噜。孩子们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老师，清洁大师出动。对不起，茉莉。有
有受伤吗？不，我是没事，就怪了。我们以后会注意的。对了，你蹲在这里一天了，是要干什么呀？我在这里抓捣蛋鬼。什么捣蛋鬼？破坏花园的捣蛋鬼。终于把破坏花园的害虫拿掉了。原来是只小虫子呀。任何破坏花园的事情我都不会原谅的。看来茉莉很喜欢这个花园啊。那当然啦，每天看着漂亮的花朵成长是很开心的。茉莉，能不能给花浇水？好的，老师。记得小心不要吃到我的花草了。知道了。保罗，接好了。可能，除非有汤姆帮忙。放心，我一定要知道是谁干的。完了，茉莉真把汤姆请来了。茉莉放心，只要我扫描一下就知道是谁了。你们两个身上带有的花朵碎片和花园里面的一样。原来是你们两个。不是我们。是怪兽，刚才有怪兽来破坏花园。对，是躲怪兽的时候粘到的花朵。什么怪兽？是天空飞来的章鱼。怎么你们说的不一样呢？哪来的怪兽？明明就是你们在撒谎。真的有。我去找证据给你们看，你们等着哈。保罗，根本就没有怪兽，我们怎么找证据啊？这就是证据啦。这样也可以呀。难道你想茉莉以后都不理我们吗？快来帮忙吧。好吧。像真的一样。只要给他们看，茉莉肯定以为是怪兽弄坏花园的。真的好像怪兽的脚印呢。我特怪你们啦。这真的是怪兽的脚印吗？肯定是的，没有错的了。既然知道不是我们了，那事情就解决了吧。不行，这看起来是个很危险的怪兽，我们要把它抓住，防止它再次破坏。太好了，谢谢你们帮帮忙。怎么办？根本没有怪兽，他们怎么捉啊？这样下去会穿帮的。
我们还是快点走吧。你们等一下。不管我们的事啊。我知道花园不是你们弄的，只有你们看过怪兽，我想请你们协助我们抓住它。嗯，好吧。大家分头行动吧。我和威奇已经设下了陷阱，怪兽来了就跑不掉了。大家先躲起来，免得让怪兽发现。茉莉，你跟我来吧。保罗，和我一起来。冰冰跟着我，只要我一亮警报，大家就包围上去。蹲一天累死了，早知道不撒谎了。没看清楚是你。是不是怪兽的眼睛？这怪兽挺狡猾的，我们必须要抓住他。各位，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。想到会这么麻烦，还连累帮帮龙他们精疲力尽的。一开始承认是我们弄坏花园就好了，还去弄什么假怪兽脚印。当初不是你同意的吗？全怪你踢的球，还说技术怎么好。明明是你没有接好，是你没停下来撞到我的。原来这才是真相啊。有了，你怎么了？怪兽！真的有怪兽啊！就是你们说我破坏花园的吗？不，我们不是故意的。为什么要冤枉我？对不起，怪兽先生。到底是我破坏了花园，还是你们破坏了花园？是我们。我的名誉受到了损害，现在连外面都不敢去了。我很伤心，也很生气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随便撒谎会给你带来麻烦。你们现在知道应该怎么样做了吗？我们会和韦斯他们坦白说出真相，你不要伤心了。那就好。既然你们答应了，就一定要做哦。看来怪兽先生已经走了。冰冰，我们去跟韦斯他们坦白吧。搞了一晚上都没抓到怪兽。对不起大家。其实花园是我们弄坏的，不关怪兽先生的事。对不起，都是我们踢球不小心弄坏的。我们害怕被你责备，不跟我们做朋友了，所以就捏造了假怪兽的事情。但是你们欺骗我，比弄坏我的花园更不可原谅，还连累了帮帮龙。你看帮帮龙愿不愿意原谅你们？原谅你们也可以，但是要适当的惩罚一下。只要大家能够原谅我们，我们愿意受罚。我这里有各种鲜花的种子，就罚你们帮茉莉种植新的花朵，布置花园吧。茉莉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以后你们绝对不能说谎啦。一定不再说谎。慢着，还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你们布置好花园之前不准踢球。